罗文逝世20周年纪念演唱会即将举行，演唱会集合多位歌手携手演绎罗文经典歌曲，而收益将会扣除必要开支之后捐赠俾慈善机构。呢日，泳儿、陈洁玲、吕田 Six 就去到为演唱会进行彩排。呢次 Vince 将会喺演唱会上演绎一首慢歌，同埋以激光中坏情人组成嘅串烧快歌，而激光中更系早前星梦学院曾经喺比赛嘅时候演绎过，而家由作为星梦导师嘅 Vince 演唱，真系相当特别啊！ 其實激光中咧係之前星夢嘅時候，呢啲學員咧嗰陣時有，即係佢哋唱過之後，我哋導師又有 coach 過，跟住啊而家到我自己唱翻，咁啊我自己又可以攞翻我coach佢哋嘅嘢嚟到自己演繹翻咯。咁我覺得有啲唔同嘅，即係激光中可能就硬淨少少啦，即係壞情人就真係少少 seductive 咁樣嘅感覺嘅。咁所以我希望可以吸收即係羅文前輩嗰種。 舞台嘅嗰種魅力啦，但係都同時可以融入一啲自己嘅感覺喺裏邊咯。係，你自己有冇都留意翻好多？即係以前羅文喺個舞台上面啲台風，佢唱快歌時候嗰啲 mood 啊，個感覺係點樣？我覺得佢係好霸氣咯，同埋好放咯，即係佢嘅風格你。 無論一聽或者一睇就知道，哦，呢個係屬於佢即係別樹一格嘅一個風格咯。Miss Chan Chan 呢次同 Six 跨世代聯手合作合唱《浪淘沙》，除咗係一個新鮮同意想不到嘅體驗之外，原來當中仲隱藏咗羅文嘅傳承精神嘅。 你知道 Roman 一路都係好提携啲後輩啦，咁譬如佢當時喺華星嘅時候咧，佢已經同譬如林楚琪啊、張偉健啊、杜德偉啊、蘇永康啊，好多人都唱過呢首歌，嗰陣就係華星嘅新人。咁而今次我哋因為要 tribute to Roman 啦，咁啊 carry 翻羅文嘅一種 傳承嘅精神，音樂係真係無分界域。 亦都係即係無分年齡，同埋大家點樣喺唔同嘅時空裏面將嗰隻歌嘅 message 帶出嚟咧。咁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特別嘅一個禮物咯。Six 即將要踏上紅館嘅舞台，雖然喺星夢二比賽嘅時候已經預演過四面台嘅演唱會，不過由面對評判變成面對紅館滿場嘅觀眾，佢哋嘅心情都好緊張啊！ 非常之緊張，但係都好興奮，因為係一個再比星夢二再更加大嘅四面台。但今次咧，其中一個 crossover 嘅對象就係 Miss Chan Chan， 咁之前咧佢就係評判嚟噶嘛。<笑>我哋都好 surprise， 不過都覺得好榮幸咯，可以同一個咁勁嘅前輩一齊唱歌。咁佢都好用心去教我哋嘅，因為佢會 send 好多 voice message 啊，去教我哋點咬翻啲字。咁我就係出名咬字差嘅，咁我而家。 咬字一定要好翻好多，咁就人哋就唔會覺得我 handle 唔到。係，你哋話已經好努力咁樣花好多功夫咁樣喺咬字啊，或者係和音上面咁樣。當然啦，係啊，因為嗰首歌有一 part， 我覺得最難係可能係記個 part 嘅歌詞啦，因為有一 part 係都係重複嘅，同埋每一次重複都有少少唔同啦啲字，所以我哋要記得好好。係，咁繼續努力啦。